后面的那个程式部分哈、哦，其实甚至可以拿刚刚的程式来改就好了，因为我发现雷同的地方还蛮多的，因为它结构一样哈、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把这一段好了，直接拿来复制好了，好、哦，直接拿这个来改好了，可能比较更好、哦。刚因为刚刚做过了哈、哦，我们拿来改可能会相对比较快一点。OK， 好、哦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其实也是因为它外面是一个 list 串列。串列里面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字典，啊、哦，那一样我们把它剖析出来之后的话，只是说我要的一样是五个栏位，只是五个栏位的那个 index 不一样，啊、哦，我刚刚讲了零二，应该是啊十一是十二，这边是十七吧，啊，如果不对的话没关系，等一下再改一下啊，啊、哦，然后呢，再来他要的是什么？哎，名称不一样，所以第一个你会发现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前面，那再来的话看一下这个题目，它前这个系子前面没有一个标题，但是底下这些都要，所以呢底下的标题哈、哦，我们就改一下，第一个 AQI， 所以呢第一个没有，把名称拿掉，然后第二个是 AQI， 啊第三个的话呢是什么？是 PM2.5 冒号，然后 PM10 冒号。所以好像是不是这个应该顺序好像要调一下，因为它等一下看好了，这个 AQI， 然后这个的话是 PM25， 然后这边的话是这个把它改掉，这边是 PM10， 所以应该是它的那个顺序哦，是等一下我们再改好了，然后更新资料更新时间，哎，这一样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哦。然后，哎，刚刚有提到就是它的顺序，好像它这个顺序是先十在2.5，所以这个可能要颠倒一下。这个应该是零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哎，十十一，所以应该是什么？先十一才对哦。这样 OK 好、哦，那再来的话，还有一个地方给大家注意，哪个地方？就是输出的结果哈、哦，它这个前面要一个什么？这个 tab 缩排，所以这边要加一个反斜线 T， 加在底下每一个标题的前面，所以记得哦，啊、在 AQI 前面加一个反斜线 T， 好、哦，然后在PM25 前面加一个。PM10， 然后资料更新，好，换行之后拿一个 tab， OK， 好，理论上应该这样就完成了。再来的话呢，哈，这边可能要改一下，刚刚是找那个大专院校，可是这里应该是找什么？找新北市，也就是说呢，它里面的资料，好，我不要其他县市的，啊，不要什么呢？基隆啊，或者其他县市，啊，要新北，所以把新北市的找出来。也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的话，哈，它会所有的资料都找出来。好，那理论上应该这样就完成了啦。好，那这样跟刚刚的那个题目其实还蛮接近的。好 ，OK， 试一下看看 O 不 OK 哈，把它执行一下。哎，有了。然后呢，最后的话，我们来再为了确保说呢资料是正确的哈，哎，不对，这边少一个。这个 PM25 哈、哦，这边好像少一个，啊，这边少一个反斜线 N， 这应该是换行没有加，要先换行，哦，所以应该是先反斜线 N， 再反斜线 T， 哦，这样才是正确的，来执行一下，来看一下，哎，对，没错，所以看到的结果应该是，content lex 哦多少，就是总字数。它这个资料总共37985个字啊、哦，然后呢换行之后的话就是它的标题，然后它这个是它的策展名称，那前面一定是一个 tab， 所以先 AQI 多少啊、哦，然后十这个 PM25 16 36，然后更新日期，看一下如果跟它的那个试题里面看到的应该没有不一样的话啊，36 16 30，那理论上应该，哎，对，这样应该看起来就没错。那后面的话就是在第二个车站，不过这边有个地方不一样，
好、哦，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它后面好像，它资料跟资料中间呢、哦、不需要多一个换行，所以哦，我们这边好像多一个换行，那怎么办呢？请你把多的这个换行有没有，把它尾巴这个反斜线给拿掉，这样执行应该就 OK 了。哎，有就不把它连在一起就对了 ，OK 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哈、哦，就不要多一个换行，这样子理论上哈、哦、就完成了。OK， 好、哦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。这个概念呢，跟刚刚的这一题哈、哦、还蛮像的。也就是说了哈、哦，其实也不是只有这边是雷同啊。将来哦，你们假设是找其他的开放资料来练习的话，其实也都差不多。哦，反正第一步呢，就是把资料搂下来。第二步的话呢，去解析一下它的结构，到底它是字典。串列字典还是串列字典，反正不管它怎么结构，你就怎么去解析它，然后呢再针对你要输出的格式把它稍微编排一下啊，就可以输出了。 OK 好、哦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，试着把这个部分完成。那最后我做完的程式码云端白板上面应该也会有、哦、我看一下，应该理论上在24页这边都差不多了、哦、这边改过应该是改它的名称，然后其他主要是这个了，反斜线 T 反斜线 D 加的位置，哎，这边好像颠倒了，应该是先11、哦、再10才对，所以这个云端上面的资料、哦、稍微改动一下 OK， 那这样子基本上就完成了、哦、试一下、哦